我今天带了早期他的一些照片给大家回忆一下哈。嗯，这个是罗美美早期出道的。你是我们的博物馆，没有没有，对，因为我比他好多，比他还年纪大嘛。当然，我就叫他罗美美。你看他其实没有什么外形，没有什么改变，他其实样貌没有什么改变。嗯，早期你看那个时候也没有假发，他烫了这个波浪卷发。嗯，这早期他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是80年左右，1986年左右。那这边有一张照片，35年前，对对对，他算是模特出身，模特出身。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他怎么出道。这张照片也很珍贵，你看啊，这张照片就是当时《民生报》办一个向老兵致敬的活动，找了四个美女来跳康康舞。你看啊，这是于峰，他最好的闺蜜，35岁了嘛，就轻生。然后罗美美，为情所轻生。然后陈美凤，那另外一个是钟世秋，跟邱怡婷，另外一个姓邱，我忘了名字了。两个双秋，这是他们四个美女跳康康舞的。你就知道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漂亮漂亮的。